四个人是那个 Beatles， 不是古惑仔。你们这个根本是亵渎先人。对啊，厉害了！一起来欢迎传奇的四个人物。你们四个人是那个 Beatles 不是古惑仔。哎，好 ，Hello， 谢谢。来，我们这个节目 Beatles 是 Beatles 传奇的人物 ，Beatles 经典的人物哎，这个怎么天团 ？Let it be。老师赚不到，你们这个根本是亵渎先人。对啊，来，评审已经举牌了，评审已经举牌哦，有分出了，已经给分了，还有两分了，有一分有两分，来，这个是评老师的吧？我朋友过分了，一分而已。你代表的是谁？那你代表的是谁？我代表的是 George Harrison， 乔治哈里森。耶，那第二一位呢 ？John Lennon， John Lennon， John Lennon 是你。下一位，哇，我是 Bass 手保罗麦坎 ，Paul McCartney。那再来，我是鼓手 Ringo Starr。Ringo Starr 是当中最比较没有知名度的，但是我觉得他是刚好也符合卡古的。不，他这今天卡古他等于是真人真事搬上银幕。对啊，但是我们说卡古，好不好 ？John Lennon， 他写过什么歌？哇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太多了，太多了。Let It Be， 其中，Let It Go 还有。最有名的，同时在 Hey Jude， 好 ，Hey Jude 是什么时候的代表歌曲？大概1964年的时候。最近拿出来使用是在什么时候？最近哦 ，Hey Jude 就是 Hey Jude， 想要吃糖果的孙燕姿嘛？Hey Jude， 好，那我来告诉你啊，这是伦敦奥运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以 Hey Jude 这一首歌，对，拿来当做 Hey Jude 就是那个Paul McCartney 的小孩，但他父母亲离异，所以John Lennon， 他就写这个歌来安慰他。Hey Jude， don't be afraid，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， remember to let her answer your heart， then you can stop。麦卡尼写过一首最经典的歌 Avery and Ivory， 给一个鸡Avery and Ivory live together， 对不起就好我记到黑剧去了 ，sorry， 对 ，C C C， 好了好了，好，表演下来，这个难度很高，人家差两票满分呢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乔尔，来，有，有假。So pretty. Girl, sit you hallelujah. Sit you hallelujah.
所以我们有时候都会在想啊，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我们有没有真正一个节目一个创意，对不对？大家看后面这个是真，这个很用心，这个太用心了，对啊，输出这一片图只为了这四个烂货，没有啦，多用心啊，多用心，对不对？很用心，也不能里面也没有那种充其量就靠明雄在顶声音这一块，明雄太能唱，他唱最大，全力以赴，很有意思。那他们唱这歌，你们忘记了 ？Beatles 在出这唱片的时候才19、20岁，这么年轻啊？一九六零，一九六零是，所以他们是八九那个年纪很轻的时候，所以他那声音是小鲜肉的声音。I wanna hold your hand, I wanna hold your hand。所以你用太老成的声音唱了。我是被影响，他也年轻，我是被影响，没有办法年轻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要了解，是太棒了。来，我觉得这一段的表演非常有趣哦。那我觉得，在后面唱的这个部分，他的那个整个节奏上面，我觉得是还蛮丰富的，包括后面那个打鼓、嗯，就是你应该跟那个打鼓老师配一下啊。对，一种走法就是完全对到。另外一种走法就是逸翔的走法是完全对不到的，对，你介在两者中间，你有的时候对到，有的时候没，就有点可惜。但是他整体的创意其实是非常够的，就是我觉得明雄比较辛苦一点。当然，那个歌里面呢，我们知道明雄他本来就是一个歌手嘛，所以很多的声音都是从他那个地方来的。所以我怀疑很多人是没有出声音的，根本就对嘴，有对嘴。一开始第一个音是我出的，没有，我你看他们都忘记唱了，所以就找出来了。有人不敢冲这个声音出来，哟，我们都有冲，但是声音被拉掉了。你唱两句，我听听看。I wanna hold your hand, I wanna hold your hand.位置给英英老师讲解一下，讲解来怎么样？我觉得就是整段我就会很想看明雄哥表演。另外三位隐形，因为其实我刚在楼下的时候看到他们就是很认真的在就是排练舞蹈，可是上台的时候还是很不整齐，这很可惜。而且都跳错，有没有？对，看明雄哥的斜眼，但是他们的趣味就在跳错，观众不以为舞，他们跳整齐，我们才不想看。对，整齐那就训掉了，怎么跳最整齐？你知道吗？一个人跳，其他人不要来。后来，我们就直接看分数了，好吧？请给分。哎呦，七七八，那七七八哦，49分。